OK， 今日嚟到睇拳賽係專想睇邊場？主要其實今天過嚟看是因為我有看開孫生的 YouTube 啦，咁就想看睇下孫生同呢個小哥哥 Ily 打的，咁啊，其實主要同埋係想即係等佢打完之後咧，問下孫生可唔可以邀請佢拍我下一個新歌嘅 MV， 咁啊，所以特登就過嚟睇拳賽啦。我已經有練定一身嘅國語同阿孫生溝通。其实国语来说呢，我呢都可以一点点的，普通的沟通呢都是可以的，是啊，我觉得普通话来说呢，就是广普呢读咩少少就可以了，他们应该都明白的。我们现在即使你示范一次来自我介绍啦，同阿先生。Hello 先生你好，我是吴宝奇，是来自香港的艺人来的耶。好了，我想邀请你参加，可不可以？邀请你，还是不是？是应该是的。做我 MV 的男主角吗？可以吗？我哋后期帮你加翻啲。我哋会。谢谢。后期加钱。即刻流汗啊！讲到。好紧张。但系今次预计系逗留几日啊？为咗呢个比赛。聽日走喎，係啊，真係過嚟，即係等先，即係過嚟叫做睇一睇咯。我啲手指開始有啲冇力啊，我用個方法揸過先 ，OK 咁樣。係，咁會唔會喺度幾日咧都有令到你嘅國語有進步到咧？都可以啦，因为都是买东西啦，所以就国语来说都有进步一点点啦。对，你有台北有冇揾下啲广告噶？我看听唔到。酒吧啊嗰啲咁嘅嘢。冇，因为台北咧，即系其实一个而家系一个文青地方，你见到就好多自家嘅品牌啊，同埋好多叫做好多文青啊，咁啊就会令到你个人咧好开心，好缓慢啊个生活节奏。咁你玩同玩台都有冇關係？聽唔到。我話兩樣嘢冇關係。都有關係嘅。我哋呢啲係叫做即係目標為本咯，即係主要係想睇拳賽為主咯，所以期待咗好耐，用個心情。會唔會其實都想有興趣去學 boxing？其實我有興趣的，即係本身我想跑完步之後，如果咧突然不想跑步，看看會不會去打拳噶啦，係啊。如果俾你揀一個隊友嚟去喺擂台上決鬥，你會揀？即係我啲隊友。你可以揀邊個？我唔夠膽。我會揀阿迪咧，因為阿迪係最渣啦，因為我贏嘅機率就會最大啊。係啊。有冇其他人想隻抽咁樣？冇人想，我係 love and peace 嘅，係啊，即係我哋喺呢啲一定係多啲愛，多啲關懷，係啊。咁你個新歌係諗住幾時出啊？你啱啱講到都要請佢拍 MV 咯。我希望諗住就9月10月到可以出到嘅，咁而家都製作緊，係啱啱揾到新嘅 demo 啊，跟住填詞嗰方面都搞緊。咁有男主角咁，女主角你揾邊個咧？女主角我都揾到噶啦，但係我呢個咧就大家拭目以待啦，係啊。少少貼士冇。少少貼士冇就係我最近都有同佢拍過 YouTube 片嘅咁咯。你呢排都上好多嗰啲 YouTube 嗰啲節目。因為我覺得我應該是訪問界的即係奇才咯，即係訪問嚟講可以當節目咁做咯。依家都係，係啊，即係都當係拍訪問緊節目咁咯。另外你哋嗰套 Ella 個電影都就快上，係啊，宣傳一下。係啊，咁啊，所以今日其實咧點解過嚟再睇呢個拳賽呢？因為咧我哋有一個演員啊 ，Brad Joe 啦，佢都係我哋音樂精訊嘅一個演員啊，所以過嚟都要支持埋佢一份，就希望佢都可以打一個好嘅成績啦。咁啊，呢套戲真係又有拳手啦，又有 Ella。有很多不同的 artist， 即係非常的 nice。有冇諗過試下嚟台北或者台灣發展下？咁啊，細細個其實本身已經有呢個諗法㗎啦，即係棒棒糖咧嗰啲咧，我就每日都即係以前細細個每日都會 send 個佢 interview 嘅，希望得嘅。點知就每一次都冇應機嘅咁咯，咁就不嬲都想，因為我都好中意嗰個即係嗰個氛圍咯，即係台灣嗰、那個，真係好。我得啦。咁你之前都有即係出道嗰陣都有人話過你似汪東城啊，會唔會嚟到台灣特別有親切感？似八兩金多啲係嘛？汪東城我就唔敢認嘅，即係我哋唔會話自己似啲即係比自己靚仔嘅人嘅，似啲即係係咯，似八兩金算啦。有冇啲
台灣嘅居民揾你影相啊？冇啊，他們都真的一定不應邀我啊，真的想唔想 Ella 嘅事業版圖擴展嚟台灣？想啊，希望可以啊，即係可以希望，其實唔使話想，即係我自己有啲相係上到台灣嗰啲 YouTuber 嗰啲節目，我係幾中意台灣 YouTuber， 因為我其實我自己好多叫做嗰個方法啊，做綜藝嘅方法都係睇即係孫生啊，佢哋嗰啲其他隊員啊學習嘅咯。我一試下嚟台灣份。係有五場嘅比賽啦，你睇好邊位嘅選手？我主要其實都是過嚟看孫生咯，所以只係睇好孫生咯。咁尋日咧就有個搶發事件，唔知你知唔知？係。咁 JPEX 就加碼咗1000万粒嘅 JPEX。係。覺得莊培生係咪可以 KO 台？因為我冇睇到嗰、那個事件啊，因為我其實係冇買電話卡過嚟咯，所以我 WhatsApp 用唔到，冇開 Instagram， 所以我睇唔到，唔知道。咁你比較睇好莊培生定係蔡振？我兩個都睇好，因為兩個都係香港人咯，即係香港人，定係支持翻香港人咯。好謝謝我謝謝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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